2004年 CE41 條，咁咧有唔同嘅 absorbers， 咁就放咗喺個 GM2 同埋 radioactive source 之間啦。咁就問你，如果放以下嘅配放以 absorber， 咁會有估下咩 source 啦？咁首先咧，我哋要知道啦，其實 paper 咧就擋曬所有 alpha， 5mm 率嘅鋁咧就擋曬 alpha 同埋 beta， 25mm 嘅鉛同埋50mm 鉛咧，依個咧25mm 鉛咧就擋咗。Alpha 咧就攞一半，擋曬所有 beta 同埋擋曬所有 alpha 啦，加埋就攞一半。如果50mm 嘅話咧，咁加埋咧亦都再落多一半，係啦。咁所以咧，我哋睇一睇啦。當你攞張紙落去，發現不變喎，咁即係裏邊咧就冇 alpha。咁而5mm 嘅鋁啦，因為咧佢跌一半，咁而我知道咧，因為透 paper 咧已經講咗俾我聽咧，佢變冇 alpha， 所以裏邊咧就應該就係得 beta。咁25mm 嘅鉛咧，發現咧個數咧跌一半，再跌一半喎，咁就因為咧裏邊有伽馬，所以咧就將鉛加埋，咁裏邊咧應該就冇曬 beta 冇曬 alpha 噶啦，咁所以答案咧就會係 C。